这块是个公园啊，我还以为，有机广场，这边倒是，但是没有什么树荫，虽然有很多树，现在是感觉阴凉凉，但实际上，我估摸着如果要是摆一下，还会不会？舞台平时搞活动呢，英雄花开英雄城，哦，这简直像个越南，这么多骨头，这个是那个广州这边这个季节能看到的一种，忘了叫什么了，但是反正是这种黄丢丢的，落了一地，忘了这个叫啥了，但是反正是这边一个比较特色的花花。这人行道简直快变成了第二自行车道。这，迎来送往都是自行车、电动自行车。这真的复杂，这么多人的情况下，却有这么多的车。我还行，速度不是很快，还是那个应有的尊重。这一个红灯又停不少车。Thank you.